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过年回到家，是这平淡的日子里两个小朋友缠着我，偷偷加了一颗糖，要我带他们飞，那就一次带两个吧。另一个一岁的小朋友看他也很好奇，于是三个一起带飞。小朋友高兴的喜极而泣了，我好难啊。回到老家，家里的小朋友就缠着我，要我带他们飞。小朋友太多，为了节省时间，那就一次带两个吧。觉得牛的双击么么哒。搞错了再来。蓝绿的披风战马战啊，闭嘴